大家好，我叫张健，我来自中国上海，我现在是圣何塞州立大学人因工程专业的学生。我来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边的专业非常契合我的兴趣，我能学到我所想学的东西。除此以外呢，圣何塞州立大学坐落在硅谷，所以呢，我有很多机会能够到大公司和其他一些创业公司实习，能够将我所学的运用到实际中，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圣何塞是一个相当适宜居住的城市，这边的气候相当好，一年四季都是阳光充沛。除此以外呢，圣何塞也是一个相当便利的城市，在学校周边有许多餐馆、超市，来到这里丝毫没有陌生感。除此以外呢，这边有许多好玩有意思的地方，在课业时在业余时间呢，有机会的话呢，都可以去参观，比方说北边的旧金山，然后还有像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包括南边的洛杉矶，都有一些非常好的景点。我很喜欢这所学校，因为在这个学校里呢，有很多国际学生，所以呢，我有很多机会与他们交流，学习不同的文化习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除此以外呢，这里的课程设置非常的合理，在课程中呢，我们能够学到很多能够帮到我们将来就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不是说只是学习课本上的知识，这一点让我们的课程非常的活跃和有趣。学校提供给中国学生的资源是相当的丰富的，比方说，我们有国际学生办公室在那边呢，如果国际学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向那边咨询。除此以外呢，我也推荐大家到中国学生会，那边有很多学长学姐可以帮到你们。除此以外呢，我也强烈推荐大家，去写作辅导中心，在那边的话，可以非常有非常专业的老师，可以提高你的英语写作能力。